是男女之间的事，世间有了男女后便有了性，发展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男女关系的变化。在原始社会中，男女是平等的，双方都享有平等的性权利。可是当历史的车轮进入阶级社会后，男人开始统治女人，并成为女人的主宰，女人也逐渐地丧失了应有的性权利，沦为男人的玩物与附庸。在封建社会中，性压抑和性禁锢总是和对女子的压迫束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女子的性压迫，首先是要求她们与异性的隔离与疏远，严防非夫妇关系的两性有过多的接触，更不允许女子与自己丈夫以外的任何男子发生爱情与性关系。然而男女授受不亲，虽然应该是对男女都是同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只要求女子而不要求男子。男子棉花素柳，纳妾买婢，还被认为是风流韵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性爱观念。为了生育后代，性行为合情合理。于是皇上的三宫六院，百姓的娶妻纳妾，都理所当然地被以为这不是为了淫乐，而是为了生殖。古人对于女性的要求多如牛毛，以礼丧服传记载了对女性品行的种种导向性极强的规定，即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堪称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最无理要求，但却被全社会的女性所宽容接受，并得以大肆流传。周礼提出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则进一步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的苛求。东汉女学问家班昭做的《女诫七篇》，连续在内不过1600多字，内容却相当丰富。它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复行、专心、屈从和淑媚，对女性的要求异常全面。班昭认为，女孩一生下来就要遭受与男孩迥然不同的待遇，睡在地上，拿纺轮做玩具。与妻子而言，丈夫是至尊至高的，是天的象征，侍夫如同孝子敬重父母，忠臣礼顺君王一样，根本不能有平等之念。所以他极力鼓吹贞洁观念，推崇夫有再娶之意，妇无二世之意的原则，强调天故不可逃，夫故不可离。从此贞洁就成了班昭高高举起的大旗，拉开了大多数女性受苦受难的序幕。贞洁不仅仅是女人肉体上的洁净，它还是一种法则，一种做人的原则。它是男人为了防止自家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要求女人必须严格遵守的道德义务。他要求女人不能有婚前婚外性行为，继而又发展为丈夫在世时不得改嫁，死后也不得再嫁。后来又发展为未婚及未过门时丈夫死了也要守寡，这叫望门寡。守得住望门寡的才是千载难逢的好样的女人。
中国古代战乱频繁，每次战乱都有成千上万的未婚女子和已婚妇女为了保守贞洁而做了殉情烈女。仅古今图书集成中收入的烈女就数以几万计之多。在漆黑一片的贞洁历史中，有一个朝代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貌，那就是唐朝。唐代婚姻形式与礼俗基本与前代相同，受氏族婚姻的影响，唐代社会上层极其看重择婚时的门当户对。唐代女装无论贵贱，大都由衫、裙、佩三大件组成。由于受胡风影响，贵妇人还实行袒露装，衫裙宽松富丽，袒胸露乳。唐代张宣化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可见唐代妇女已穿低胸衫外出郊游。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其开放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而且反映在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当时女性地位较高，贞洁观念淡漠，使唐人的婚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特点。唐朝妇女离异后再嫁也不受舆论指责。历史文献记载，公主再嫁者23人，其中三嫁者4人。从史实来看，唐代离婚再嫁是较为容易的，离婚由夫方提出离异者为多，女子色衰爱弛，男子一朝发迹，都可以成为弃妻更娶的缘由，甚至有因细小事故而清出妻者。男子离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妻子的命运系于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间。正如白居易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离婚再嫁的难易和贞洁观念的强弱，是衡量婚姻关系自由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唐代看，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未受贞洁观念的严重束缚。它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